估计是说我没站位吧。숨을껏따위나온다想了一下好像是是远程 Q 啊，还好是多兰德。这要长剑，现在我已经残血了。不要激进，这个人在骗我。他假装优柔让我过去，他要贴我脸打我一耙，他想骗我。我的信号够顶吧，兄弟。这谁要不走，那就是在犯罪哦。명예의목숨을버리는멍청한놈他们刚才想越对面的塔，怎么可能越？中路这个英雄被 counter 了，不可能有线权。队友没有线权，越塔少打多，等着输的呀。控吧控吧，感觉他也控不住多少。哎，没必要，我准备毙了。哇，最后一秒！哎，我操，有眼，妈上当了！你个老六，你就说有眼就行了，兄弟，不用装了。哎呀，这老六，这里肯定有眼的，因为他一直隐身在这个位置。对吧，隐藏这个位置，如果我是这个安和尚，我也会往这里放而已，不用在这跟他逗留了，他想骗我在这里耗时间。乖子，跟我玩心理博弈呀、啊。这就是多兰顿，视野消失之后放一个线眼，这个眼可以了解他的动向，然后这波他回来之后吃塔刀，我去抓下路，来个插剑过的一个线索。全都得死，打快点，打快点。nice。
他空大了，阿克上空大了。奶色。就你小子喜欢抓，嘿嘿。阿克上空大了，他那个大招瞄准这个 EZ， 然后 EZ 扛塔死。这波我很果断，先把他打残，把他围在塔下。我要是再慢一点，阿克上就来了。等兵线过来再越两个满血的，真玩不了。先打残。打残了，我们进塔直接就杀了。中单已经裂了，嘿，中单没闪。这也没了，再续一个。好，一个巨石短臂加两把长剑，再配上我们的一个绝对专注，正好150的攻击力，正正好。七级之后有一个线权，阿克上在八分钟一个刀都没就一个人头都没压死我，我们还抓了两个人，就少了他17刀。我们这波兵射完更少了。大概要越塔，我这得去了。视野排完他不会跑，盲僧在反蹲一下，反蹲一下，求你了。哎，反蹲一下，求你了呀，哥，怎么听不懂啊？哎呦！我意识到了，沟通确实有障碍，兄弟。我这几个信号我也点得很清楚了。盲僧存活，盲僧存活，过来保一下我吃线，啊，可能他觉得我点的是我附近的小兵，看来需要打字直接跟他们说，这我就很无奈了。这个线也不能不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中路的线传染再吃，啊，我让他强行回去的话，他也坐牢。这个线只有打野能保，他保了才可以。让我们中上更好，没办法，沟通障碍就在这里，兄弟们，很无奈。只要听我的，在后面反蹲，这波怎么都赢了，因为我拖了15秒左右。然后是两个满血的打一个半血加满血，应该是能赢。W 闪 QRA， 空中亮标，自信。哎，算了。好像推线有点快，如果是炮车线的话，我可以吃完这个河蟹再去。正常兵线吃完河蟹要亏线了，这么难受。盲僧还活着，我严重怀疑我吃完这波线要死。
제압되었습니다. 点到为止。살증입니다啊，果然，不行。这样盲僧可能在我们的石头人，准备再次越塔，有概率。所以先这么快，五 Q 的应该是一个 Q 直接把后排兵清了。果然在上路吗？赶紧把二速鞋出了，不然他有点坐牢啊。二速鞋出了，我可以跟游走，谁有危险我可以保。盲僧可能去我们 F6， 上路不出来的话，应该去 F6 准备抓我，还在。放心的冲出去，这波他们要敢强行越这个船长，只能死。赶紧找这个小兵还没出现的空隙，赶紧放个现眼，不然被发现了，对面会利用这个现眼卡视野。保他保他保他，方便吗？感觉不方便啊。哦，真眼呢？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숨을꼈다위다살아남을놈现在就少他二十刀左右，二十刀我们多了他三个残团，两个残团，还有我们先攻投了两百回，不亏。慢慢来，他一定要低迷了。现在盲僧一直消失啊，有可能就在我附近。阿克上应该毙了吧？毙了，赶紧拿一波线权，他吃塔到我游走，绕一圈。线都不吃，可能不再上，应该去中了。全都得死。
思路要清晰啊！对我们伤害自己的伤害要自信。W 闪 QRA， 我标起，孩子亮起来，他已经死了。전장의지배자협하지않는다아군이하였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报酬不要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더블킬阿克上十秒钟之内直接出现在上路支线，不会追到我这里，看到没有？已知。如果你这波贪了，必死。像主播这样及时止损，把这方便清线的六个兵吃了，炮吃不要就行了。然后用石头人弥补回来，啊，这波线让他去上路，我去下，扭踢，因为这波小龙打起来，如果他去下，他有 TP 白费了，而我没 TP， 我去了上路也赶不过来。这样我们都不亏。可能可以在 F 六这个草遇到阿克上。不在这，那可能在前面的人。흔들리지말아요가엔나디리지미쳐날수도있습니다집중하세요跟他站一起，不然他要死。VS OK， 原来还打了个 DJ， 这个 DJ 我是点开那个聊天框，没想到又点了个空回车键。附近拦截一下阿克上。哎，兄弟，不是，咱俩在干嘛？不是，咋了？踩了有奖品啊！我操，这也不是卡视野，怎么我们都能踩？把这波线推了，阿克上在二塔推下，
三秒钟之后，他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我们卡奥斯也过去把他抓了，就是现在，等他 A 炮车 ，A 炮车，要么吃炮车死，要么就炮车不要了。亏点总是好。OK， 交闪。你看，现在等到我们爪刀出来，阿克桑遇到我们都是交闪，就落荒而逃那种。身份在爪刀出来的那一刻已经互换了。炮车不要了，算了，要，好像也不用怕。现在阿克桑来，他也打不过。该跑的是他。帮我打一下蓝啊！我来救他。出手要快，下手要快。草里有个阿克上，小心。在这个草。还是咱俩，哈哈，海加德的永远是南刀和卡尔玛。什么事？집중하시면어떻게될까요싸엘라싸티리즈나의주를파괴했습니다평화가함께나가자나가자집중하세요내방서싸엘라싸티리别呀别呀别呀，我怎么 Q 这个盲僧正好接他个弓啊！让我带。太安全了，也都已经这么久了，应该也不会什么搞出什么违规的事。男刀打阿克上，十二杠一杠二，二百三十二刀，压他二十刀，二十六分钟，差一剑六神，追上了，很成功了，兄弟。
阿克上就这么玩，爪刀出来他就玩不了。来不及了，拿下这一把，我们的蓝刀真潇洒。